Hello， 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白同学。白同学今天要来拍三百片，唔知影？相信看到后面这一台货，规台看的大，敢那座头鲸，这只你就知道是什么烧了。来，我们这里同学介绍者，同学怎么称呼？我叫红茶叶。红茶叶，安得比啊？真的假的啦？啊、你的本名哦、喔？无啦，本名就不讲啦。好，来，我们红茶叶这个啥叶兄来介绍这台到底是什么烧，甲抓落去。这一台呢，外观看起来很像 FOSS， 但是它并不是 FOSS， 它是 SMS 改 FOSS 的那个套件。好，相信同学一定很好奇，废话不多说，一起看车去喽，行。好，来一样，白龙雪的惯例，我们先把它逛一圈，好、哦，之后我们才知道它车上大概改什么烧，再来再车主来转一下。来，嚯、哦，看这撮真水哦！来，这样子，伊吼、哦、白龙雪那些咧拍片吼，拍牌了都会忘记那一台车要把它逛一圈啦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哦，水哦。好，来，对，开始。来，叶伯，咱怎么叫叶伯较亲切啦？嗯。我叶伯讲要从哪个部位开始看？你要对迄、那个。现在简单易懂的地方开始讲，来，你这改什么特色给它转下去。这边齁，我们这个碟盘呢是加入的碟盘，它跟一般的碟盘不一样，它可以搬，它这个浮动扣是真的可以浮动的。哦，它跟一般的浮动扣不一样，所以它刹车力都会比一般的还要好啊，惨叫声会比一般的惨叫声还要更大。是惨叫声还是惨叫声啊？啊，不啊，是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那种啊，哎呀、啊，哎、欸，但是伊这啊，我看我。欸，但我的边来边不在当哦。但是我讲，像我那个地油的那个浮动的，它做的太大，故来阿索比动个规定要裂。哎，啊，你那个为什么？你那个阿索比是这边的问题啊，是这边的 QQ 乌鸦。啊，我这个是做的是，哦、它是接住，它并不会这样上下，我知它是左右。对。啊，你这原底的配不能补，还是可能我改。哦，另外改的，跟珍珠一起改的。对卧室的呀、啊。哎呀，对视啊。哎、欸，对视跟单边的，敢会价差差足济啊？有喏。是啊，该当偷讲者啊，这碗来一个月薪水哦。免啊，免啊，六千外俗啦。7000外，啊，这也算那美术那防倒球一种装饰、欸。这个已经绝版了，这已经绝版品了。这个是以前的准的那个防倒球。啊，所以再配合这个金属油管啊，跟也是加入的金属油管啊。我问一下，你这两个看这到底喜欢，准备说什么烧？原本是原厂土厨。对对对，缩点啊！但是我把改短土厨，这看那种大米酒哦。系啊，弄改都改得上啊。你看，因我台鹅嘛是有改这啊。好，来换这边。你头前这为什么？以前我们在看，这样我们觉得是装反胎呢。啊，我刚刚以为什么挡机跟尾枪没整安尼啊？但是它这个方向是对的哦。对，因为有一些轮胎故意做反胎的原因，是因为它的轮胎刹车力道会变得比较强。啊，但是安尼排水没变倒边吗？排水还好。哦，还好呀。排水还好。好，谢谢。然后这个铝圈是原厂的嘛？原厂的。好。你刚好顶扣过，原底是这些。哦，原底是就是这些啊。好，然后我来看你这边，它那个改编哦，改编就是这样子嘛。对啊。啊，所以三角台维持原厂嘛。对，三角台它有出套件。对。对啊。但是你这个前叉这样到底有没有改什么烧？我来看看它完全有干，就看我上面秘密啊。它这个是里面是。阻尼套件，它这个内管啊、阻尼啊、弹簧全部都是用导致的，导岔的，对，所以它的路感会比一般的那种我们正叉的那种内管会不一样。哦，好，啊，等下我再过来你迄落分享，看要补充者。这是日行灯呢？对啊。你顶下咱开看卖，啊，这是原底，这你所以你这台是算 Force 的，是 Max 改 Force 灯降套件。哦。这个行灯嘛。不然再换这个嘛。啊，这个方向灯呢、啊？但这个刚才看了无啥光，是因为咱即马使用光关的嘛，熏黑嘛。熏黑。然后你前面这个奶罩是可以拿下来，是不是？灯罩的。因为我都看了这啊，哎呀，一点这啊。哼，安尼看真实，但是倒去安尼看了，敢那袂输迄种啥肝病、肝指数足重的，看了敢加凶的吼。哎呀，应该不会喷走啦。不会，将它压住。所以这个前面你等一下说那个。改款的话，你是开的车啊，完全拢无同款。对，完全拢无同款。好，啊，然后这个前面镜头那个蓝胶套，你就从这边出来嘛。系啊。好，啊，来去换，好，换这边。这个上面等一下再讲，我们周边先完成好了。
所以它这边哎，这原厂的水冷的嘛，原厂是水冷的，原厂水冷的，然后你就要改这精装的螺丝嘛，你这一台水冷之外，你内底你敢有去做什么北来啊？无，北来改传动而已，改传动嘛。啊，未来的话会提升到那个机械增压。是哦、喔，哎、欸，怎么我过来拍一盖哦、喔欸？改好之后再找。啊，你这个避震器它是什么牌子？真的快熊猫。哦，真是一只小熊呢。小熊猫、啊哦。所以这不是我看唔对，真的是那只小熊，它是这样子看的、啊。哦。啊，这样呢，你为什么选这间牌子是真的袂歹用呢？还好。还好嘛。就是它还蛮平价，一万多块而已。哦，一万多块算而已啊、喔，惊、欸、到。这是外挂氮气瓶啊，外挂氮气瓶。也是可以调的、哦。我刚开始乍看我动作是 CELU MODA 的，它就这样酸过来外挂过来嘛。哎、啊，人较早我唔买来讲，讲这是愈大玩愈好，敢有影？无，啊，这段数是要转呢，外档外档套转嘛。可以。哎、欸，哦，哎、啊，这几段啊？这个十二段而已。十二段嘛。哎，啊，这边32。哦，它这个这边叫升压，升压、哦，对，调升压，这边叫做阻尼。所以一个春一个旧了，对哦，咱讲安尼嘛。哎呀，这个都是比较那个，我们range比较大。哎，对。啊，我们一般调这边是range比较小。嘿，好，谢谢。啊，你这里啥？这个做摇臂哦，这机干么做摇臂？这个叫啊，什么三个单音单机有讲摇臂啦。我跟好，咱个讲摇臂好啊。哎，讲唔对，再来纠正者。啊，你这机嘛是原厂的吗？原厂弄完旧的。完旧的嘛，哎、啊，这刚好咧出什么铝合金强化？有啊。啊你剩下不按什么个开了对啊？还没看到了。啊，然后这个零配啊，这个就是原厂的嘛。没有，那个也是之后改的酷手。是哦。原厂 SMAX 没有出这个。哦，伊无记得。啊，只是说它这个刚好伊这螺丝孔是伊原底落去做的对啊嘛。伊做个看真是完全，但你这小可去磨掉，因为我之前没装好。系啊，我那个 Dio 的也有装这个零配啊。对啊。那个水冷的那个加水在这边，但是伊这做这一卡嘛，那是无存板，没有你点开。哦，这个是煮水箱。主水箱的话不会太常开，我们都是加副水箱。副水箱在哪里？副水箱在这里面。哦，对对，对，我给你都对它开开嘛。哎，啊，所以那个水温、水位它里面有没有？水温的话，这边会有那个会有亮水温灯啊。好，假如要看水位的话，是从这边看。哦，水位底加。水位底加。哦，啊，我怎么呢？你到底看有无？有啊，刚好是满。哦，好，满的嘛。啊，所以这里内底怎么是什么色的？我用的是绿色的。好 ，OK。对啊。你这是用高压喷枪在喷到的，还是石头叠到的？石头叠到的嘛。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基尔的油池嘛。对。你这家？我这家排气管。对哦，你家原厂的。我想你要讲你家说法呢，阿公。哦，我这个不是原厂的排气管，我这个是外面改装管，它是里面的构造完全不一样啊。来，老公检验小薛。哎呀，看到了。所以你内底即个等于伊外口看是原厂，但是内底，敢咱讲伊的终端，它都有做在里面就对了嘛。对，都不一样。好，啊，然后后面的卡钳，这卡钳这完全诶，完全诶。你后边喷布现在不会做改改？没有比较好用。没有比较好用。对啊，我现在都已经会锁死了。所以后面没有比较短完的，对啊。那个后面改后面没有意义，要改前面。你这个后面是原本轮胎就这么宽，还是为何改？我改到100。15070-13对吼，你看有翘无？有呢，才有声。完全好像在霸戏耶。恁安尼肥肥，看到真爽。系啊，啊，倾角才比较大。啊，但是他这样不会去磕到里面那个沙个台，不会哦。不会。因为较早地哦，那加宽曲向，他要去磕到啊。我说你这小穴缝隙用扎得多好啦。对啊。好。啊，空气箱内底应该就完全嘛。完全，因为我现在要改机针，所以我这些东西都保持原厂。机械增压套件来了没？已经来了，在车行里面。连刚我专刚在拍者。对啊。还没上车跟还没上车，因为上车跟上车后的感觉，一通这机到底是什么烧啊？已经跟它调空气供出来了呢。原厂的话，这边都会先做一些预留。哦。我们像有一些像喜美，有没有看过喜美？它有些原厂，它会做一个管子碰出来。对。这个叫做二次进气。哦，我知。你在收油门的时候，空气会在里面，它会更快的到达。哦，我知。哦，这啊，所以较早人像较早扭力加速器边有加一弯的，坑一种迄个啥？也混合器迄个类似像这种，也有看一弯出来呢。看一弯就是预留空气在那边的。好，啊，你这一坨，因为你比较低调，所以你内底有盖，你故意传动盖无让人看到。对。啊你装这台这门，对不是吸风？你装安奈？无，这袂吸风。伊这袂吸风啊？这袂吸风，啊，只是
希望都从这边，他从这边吸进去，我从上面吸进去，从这里面这样杀进来的嘛，杀进来之后到里面，之后再吸进去，我拴进去啊，伊这下骹好像下骹有空，后边，哦后边，我摄一下，应该看无啊，我看无哟，对啊，好。哦，所以这嘛是一块塑胶，徛咧这个一块阿鲁米的传动盖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这个应该也是这样压下去出来，压、yeah. 到一半就好了，不要压太进去，要不然压不准，压不准就对了。对。哎、啊，这个这是做装饰的嘛？装饰诶，原厂都不是长这样，这个都是那个 FS 整组宽体。啊，所以你讲宽体来讲，目前连这个灯，灯是原厂的，哎，对，原厂的。所以这嘛关键诶啊。后面这个土产要不要另外有没有另外再改过？有，这个土产有改过，这个也是 COSO 的，这个跟原厂的也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你整台车，你讲迄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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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ax Skyforce 的哦，还是啥 ？Max Skyforce 的套件。啊，所以你这安尼规只起来，改所在你敢当比完同学看者？哪几件？加侧壳，对，侧壳加这一块，这一块，这一块，还有大灯，这整个都不一样。我搁一块大块零配啊，哎，大块零配啊都不一样。啊，这个也是原厂的。哎、欸，改装的，这些全都是改装，这全部都增降的。哦，啊，伊、那、了、個，一侧面的这个导流，这嘛是，一体弄赶快，好要其他帮助会配来啦。嘿，它就是专门做一组模具，嘿嘿嘿，就是可以直接 SMS 的这个内箱直接上。所以只有内箱的部分用原厂的嘛。对，啊，除了我这个也不是的，这个也是 COSO 的。哦，哦，伊这 COSO 伊来这里，这也算做这纹路的对啊。对啊，做纹路啊，做这种线路啊。嗯嗯嗯。啊，你像这样改的话，你车骨了干嘛修啊？没，都没。没嘛。哎、欸，都直上套件。后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那个仪表。所以一共迄个啥，这是伊的油表嘛？啊，伊的水温的水顶里底。水顶。你、我的赛车我做中式水顶诶。它、这个没有直接的水温呢。就是。如果说里面你内底呐，并讲温度伤高，还是讲内底有欠水，伊才会倒的，对吧？对对对对对对。所以，哎、欸，这是转速表做一只，啊，时速表哦，时速表。好，它是 SMS 的特性。啊，你这个前面的前叉，这是卡邦的呢？这样卡邦的。这样卡邦的。哎、欸，这个意大利进口的。啊，这一支我当问看几块、哦？大约4000多吧。俗啦！一支这样1400而已。4000多。包括这个，迄、那个啥油杯啊，油杯啊，哎、欸，油杯你改像当机透明的呢？系啊，这个又不，哎嘛是灯降的。哎、欸、呀，你内底油是过个用较少呢，伊到遮尔嘞。哎、欸，应该还要再加啦。你看，摆弄小哥帮你提醒。系、欸、啊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改这个透明的很漂亮哦、喔。对啊，这个也很便宜啊，3000多块而已，一对。一挂这個嘛，是要挂这個啊。全泉州的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人日本话是叫什么名？我定拢袂记。怎棒啊！啊，台语啦，这支啦。台语啊。系啊。肋巴。哦，肋巴，为什么又是肋巴、啊？把手啊。哦，肋巴就把手、欸。是吗？哎、欸，他这一支是可以，哎、欸，他这一支可以这样呢、欸。系啊。哎、欸，我第一改看这呢。要反倒的时候断掉啊。哦，哎、欸，这当然向上勃起呢，哎、欸，最后剩。哦，肋巴哦，他这支肋巴可以这样勃起的。欸、啊，哎、啊，这个戒指是直接咧转的嘛？哎、欸，直接转的，头前哦。转来拢抓错尺寸。哎、欸。来，摆拢学等于大做咪咪一定大爱做迄落个啊，嘿啊。这钛合金的螺丝哦。哎，钛合金的螺丝。哎，钛合金是过个烧安尼哦。哎、欸。啊，这一粒啊，你爱几把？钛合金咪讲足贵的。一颗好像80-90块而已吧。还好啦，去麦当劳上两点钟都买几啊粒啊。对啊。啊，这个它就是直接油管前后碟刹拴出去嘛。对。啊，这把手应该这个玩具嘛。把手，握把套吗？这个啊，这贵州啊、欸。这个都是玩，我说保留原厂的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你因为我上次有遇到一个，他就是有这个什么表，好像唔知是玩这里家耍，你这是玩这表是直接啊。我们玩这里就是家。对，家嘛。你应该是遇到 Force 啦。哦、Force 一表应该原厂在这里。哦，对对对。他说他改到。哦，所以就是改这个套件的对嘛。诶、欸，无同款的。但我刚刚伊改呢，我刚刚伊做来对看较水呢。无呢，这个是原厂是 SMS， 它原厂都长这样了。但是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看，我感觉表做的较无水啊。原厂比较好看。对啊，哦啊，这就是一般啊，迄种诶，这 X 型的，这是变哪夹？这个 X 型是两边开。哦，两边开嘛。欸这个是 RIN 的，这一个要1000多块，俗啦！没有，就只有这边而已。啊，然后这个就是一般的加油口嘛。哎、啊，这条是什么物件啊？接下来就是大灯开那个日行灯的开关。这是你给你装的吧？那个他买大灯来的时候，他都会附送一个。哦，是哦。他就是防止那个人家警察在尿啊。算电了，不是自爆那种去了。而且 RIN 是啥？这暗色呢？这个是我们行车记录器的那个电源。哦，好，来。接下来外观讲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哎、欸，阿、啊、姐，我先翕一下啦。
这是 BB 嘛，西路嘛，这不这无像，这像当地种当地的啊。不，这个只有那个主人。哦好 ，OK， 好，来，要开开啊、哦。啊，这一桌啊，你是另外去编这个馒头呢？无，这整个都不一样。原底是原底就有啊哦。原底无一个，啊我去改。啊，所以好来开开。嗯。啊，所以你这个原本，你这一桌啊，那加虾这样的包是规底无啊，你拢去改。就是拿原厂直接去改。啊，它原厂也是做这么平啊、哦？没有，原厂是绕二进去，绕进去嘛。哎，绕二进去这边 pocket。哦。哎呀、啊，啊，我把它削平。好，你这也当一流呢吼。对啊。那像那个巧，哎，林果阿酷索吧。哎、啊。然后这个部分，为什么我觉得这种车那么大台，有什么内底要做啊这样沉啊？你呢，整个那个全罩式的坑没了，来，我希特勒一定给他杀来，紧嘞。来，这两个需要给他偷翕一下啦。这两个今天我来助理。白龙雪今天要滴这个金玻璃，这金玻璃放得进去呢？对啊，来哦、喔，好来，就这样好了。我也塞啊，自己讲俩讲的有的全罩，全罩甲半顶较悬的就放袂落来嘛。好，来拿去了，谢谢，加我十块。所以你行车记录器的那个啥，伊的镜面是这嘛？对，镜头啦。要开店。出！伊的手路我装啊真好诶，这台是师傅装诶。我老板啊。我老板的力对吧？我老板。这个是、啊、这个前面嘛？前面啊，后面的话。来一个工人跑去前面抢镜头，进来。讲阿母，我上电视啊，讲嘞。阿母，我上电视啊，阿母。较正嘞，坐得久嘞。对。来，我上电视啊。好，来要装女友无？没好，来换后边搁一个，进来。你好，我搁上电视啊。等一下，后边记伫对啦。伫遮。哦，我伫遮。好，来等下哦、喔。来讲嘞。阿母，我上电视啊！无翕到你呢，这千万块，我看到。阿母，我上电视啊！好，领五十块。好，不错，来。叶伯，啊，讲解解咧悬吊系统偌强，拄偌强，会当我试操看卖。会当咯。好，行。来，叶伯，确定会当解强吼？会当咯。我先把这个金玻璃造型的，有水无？有喏。你啦来台东，请你斟酌伴。来啊，尾啊，直接点下去就启动了。对，直接点下去就启动了。要启动安那？一二三，啊！没麦当啦。然后等一下过去那个光线帮我控制一下啊。好。五四三二，外档大吹无？可以喏。开始。别打油三七。好起啊。所以你讲电效这种机神的声来，这种声。系啊。来，我去记一届，记不了清吼。有喏。我等一下测试一下急刹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可以吼，莫等下到油工咁表现。应该是后表会滑。好，我紧啦。系啊。赛车选手。让他站尔，那本书弄到电话亭。来，我们来做个总结，没拍超了。镜头不要拿斜斜的，扣五十。哎，开始。同学，那白同学今天为你们所介绍这一台叫什么？我给 SMS 改 Force 的什么套件吗 ？Force 套件。哎呀，这台车哦，希望对同学会帮助，结婚之后转折。这台车我是感觉讲哦，像阮这外行，我刚才讲伊这组有改，还佫这点金玻璃做底的。哦，然后你这一台车的话，大概有什么东西要跟同学再补充一下？比如说它的保养啦，还是讲维修，你感觉有一挂通病啥，会当佮注下注。啊，那无嘛无要紧啦，来抓落去。这台的话，它原本厂是水冷的，所以通常在两万公里的时候，水箱机要换一次。哎，啊，顺便做大保养。啊，伊大保养是换啥？伊刚好来了几度，那我可能爱换。那个要看当时的车子的情况。哦、对。啊，你像那个机油的话，它是大概是一公升、二公升。这一台的话是950cc。嗯，啊，那边骑嘛，最后骑。对啊，反正就是你买来的时候也是基本保养，啊，你也要另外，啊，那欧北盖那边就是比较入坑烧钱而已，应该就这样而已啦。好，节目最后记得按下讲落去，靠我整个订阅白龙学跳教室，拜拜，行。